哎呀，怎么抠不出来呀？抠不出来。哎，兄弟，停停停，这个取这样的轴承拉码需要咱们的专业工具。来，万能式的拆卸拉码可以拆卸33种不同的轴承，找到一个合适的这个抓钩，来，把这个抓钩都上在这个拉力杆上，给它拧上。拧好之后，把这个放到这个轴承的内壁和外壁之间，让它卡住。哎，三个都这样放进去。放好之后，拿过咱们这个卡盘，给它放上。哎，放好之后拧上螺丝。把螺丝都给拧上，固定好。拿过这个东西，哎，给它旋上，用手动扳手和电动扳手都可以。来，哎，旋到下面，这样就可以轻轻松松的把这个轴承拉出来了，看吧。哎，就是这么方便，你看它好不好用？